吧，在我这个还没有搞定以前啊，这个给你们一个特别有小福利啊。就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跟你们讲什么了。妹子今天穿的好清凉是吧？那边热啊，东京你知道多少度啊？好像突然间又可以那个撑一会儿啊，赶紧把电池拿去充电。哎，说起充电这个话题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小兔的那个漫画呀？就是关于女生今天心情太男生就充满电的那个漫画，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人看过啊？不是啊，有则信是昨天的档啊，几点档期？你是问有则信几点档期吗？中国30多度，冷漠广州吧你？广州30多度，你知道重庆多热吗？40多度啊！有则信档期，等一下啊，这个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你干嘛自己不往下跳看呀、啊？我勒个擦，干嘛要我帮你看？想知道那些主播的这个排期的话，我们下面有个子频道，上面有我们主播的排期表，大家可以自己跳下去看一下啊。啊，不对呀、啊，这跟那啥，现在我们妹子果果得罪你了呀，你不问我们果果的事情，你去跑去问有德信，你又死了也。神呐、啊！我终于找到一个有电的电池了。一副发呆的样子，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是吧？求约那啥，菲菲，你不是说过来做我们场控的吗？哎呀，我又没有告诉你们，我们今天果果有机卡吧？足足比我大了 N 个码，我晕！哎，这是日拉别吗？
不是那个，我想问你们啊，这个 B 坑跟 J 坑差了多少呢？场控有啥要求？场控有啥丑啊？你去别的频道看场控有啥？播的时候你必须得在线啊。我们直播时间就是晚上的6点到10点之间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有点小特殊，提前了一个小时开始啊。我们公会是新公会啊，小时是直播时间。大家我们赶紧加我啊，加我一下啊，我叫二麦。哎，你以为是现场酒吧有肌肉的，你有吗你啊？世界，你又问我为什么那能那么多场控？小飞飞，你是不是骗我？说场控了吗？你说可以的，这么无邪的你都要这么整我，讨厌！还说好呢，都说着聊着聊着人就不见了，都不知道，唉。这声音好熟悉，你是说我声音好熟悉啊？那那个擦，你们知道吗？冬青刚所以你们看到我妹子晃了一下有没有？在111在聆听过这声音啊，我来，我是 CC 新人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频道待过好吗？我这是跟这个公会共同成长的。听到这声音是谁呀、啊？你听到那声音是谁呀、啊？讨厌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苦过。能唱能弹呢、哦、现在这些妹子啊，这个光唱乐器玩不好玩啊，等一下我们果果就给你们来玩玩乐器啊。来说起乐器的话，其实你们觉得这个是玩西洋乐好玩，还是玩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古乐器会更吸引人呢？好像现在玩古乐器的人好小哦。我是有点像年姐啊，还不是呢，人家是小妹妹，讨厌。哎，我也觉得这胸太大的女生穿衣服就感觉弓起来都绷绷的。除了穿这种比较紧身那种衣服，好像什么衣服都穿不了。下半身大了点，我没发现啊。我跟你们说，胸大的人手臂都粗，人家手臂不粗已经很好了。我何止是羡慕啊，我简直是羡慕妒忌恨，好不好？就想当年我大学师兄说我什么吗？他说吴学妹啊，你要是那个胸大一点的话，你简直就是男人心中的完美情人。意思就是说我啥好，就是太平了。没有人开发，我这20多年没开张啊。人家都说这个，人家都说那个是需要培养的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啊。
是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？明知道人家那些这么大的胸可能是别人培养的，都不愿意要来开发我们这种还没有开发的，都不来开发我这种贫瘠地，真是讨厌。得自摸，怎么摸自己抓自己啊？不是做久会累呀、啊。你看，我们请木面都说自摸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打麻将啊，自摸得赢呐、啊？热油。哎，我想问你，如果我平到一点肉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揉？你告诉我，你让我怎么揉？ Barbra Streisand， 看到没有，我们秦无边，你是读生物学的吗？你怎么知道激发不了荷尔蒙啊？哎，不是那个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冷漠是不是在啊？哎，冷漠在啊，冷漠啊，我能不能看我？我能不能让妹子教一下我怎么游啊？我的胸太平，好寂寞、啊。打激素没用，我跟你说，打激素果真没用。什么呀？这样子，请放弃，放弃你妹呀、啊！真是，我还是有的，我有，我真有，只是。就是我梦想中的那种胸应该是 D cup 左右的，带大又不好嘛，我觉得 D 就刚刚好。穿衣服又好看，又不用担心那个纽扣随时会爆，这因为胸太大有很多衣服穿不了。不信你现在让他，你要是等一下有正常那种衣服，你看起来他的胸就无比大。如果他那是有娃娃的话，整个娃娃背着你。你们男人就喜欢一手不能掌控的，我喜欢一手刚刚好的。勉为其难，什么叫勉为其难？我这。是欠揍你、啊，被鞭打一下是吧？是想这样，是这样啊？这今天有没有巡警带啊？帮我啊！讨厌，哎，这个。胸不大的妹子其实在我面前摆 S 型，是在跟我那个炫耀还是什么？早知道就把你造成完美身材了，怎么把我造成完美身材啊？操、哦、你的 I love， 你昨天还在 love 那个有泽信，你现在 love 狗狗，你还真是花心啊！哎呀，我们的这个小爱妻的小毛就进来啊，给你刺激一下。希望我们的狗狗的话，赶紧点击一下公屏右下角那个爱心啊，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。你在叫我吗？我是吴邪妹妹哟。你是在问我几点档吗？还小爱出说梦幻号求解脱，你像是问我啊？这样不上视频，人家是二麦手，人家这还出不了视频呢。今天我们果果呢会有四小时的直播，前一小时妹妹来跟你们聊聊天。给你们一些小悬疑啊，接下来呢，如果你们很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，就千万别走开了哟。
现在你们呢可以通过我来问问的，等会儿你听不懂你们就完蛋了。你不要 love 我，害怕，连 love 我都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大了，你要是 love 我的胸会变大的话，我就让你 love， 知道吧？你现在才发现啊，这妹子真是倒活的，就是你们的硬盘女神，知道吧？这妹子是玩香木的，怎么可能玩香木？你这直觉太不准了，跟你说。我也好希望这有大胸，因为我跟你们说，他最让男人骄傲的地方，最让男人看得起的地方，就是我的臀部了。可是偏偏人家是有钱有后，他奶奶的，我就是。哦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他在问我吗？应该想跟我们谷歌不需要打日文，直接打中文也行啊，因为我们谷歌隔壁呢，不过你们打日文也行，反正他看得懂啊。你现在问我开学了吗？下吧，暑假才刚到一半哎。偷着电什么电？你什么上面吗？怎么可能啊！讨厌，我还是有点自尊的好不？不是老是听到那句话吗？说我平胸我骄傲，我为国家省布料吗？胸越平的布料越多，好吧，都不知道垫多少层呢。哎，所以这个你们非我学校就有一个妹子，她真的是平的跟男人似的，就已经可能她，你知道我们都数过，你猜她垫多少层？真心话，没有跟你说谎，她垫了21层棉垫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频道你是问我是不是公会 OW 是吧？你是不是要干什么呢？怎么？如果我是这个公会 OW， 你是要来跟我做同事吗？听一下吧，那个吴贤妹妹是不是前几天的喵喵呀？你猜，我不猜，猜不猜得到啊？我猜是你不是答应出视频的吗？你的骗子。我有答应吗？我是吴贤妹妹好不好？讨厌，我是吴贤妹妹啦，我托了我姐姐过来，天真姐姐好像今天也在现场。这歌词怎么对不上？看小帆，你是想看看隔壁的小帆是不是？隔壁小帆看不到，但是让你看一个手啊。
那个小帆伸把你的手伸出来，让他们知道你也在隔壁啊。哎，你有见到我们小帆，你真是坏人啊。小帆怎么了？小帆怎么好像不见了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小帆也是轮流换的，你说是哪个呀？你看到我们小帆的拳头没有？啊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少年骑的飞天猪就跑进来了啊！为什么要骑飞天猪啊？看到我们的小帆在那里放出耶没有啊？太胖了，哪里胖了？你要知道人家。人家那前面的两个特斗灯有多大，真是够了，估计跟你脑袋一样大了吧，一胸摸的能把你拍晕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都没感受过。哎，我等一下我说这话会不会被禁啊？你们知道这，你们都没感受过好不好？那种手被夹住在中间的感觉，这么大的，我看你们摸都摸不来，又不能感受到。我跟你知道吧，把胸拿起来啊，就是把胸轻轻的扶起来，然后把它，然后放手在胸下面，然后放开那个绷着的那个手，一下子夹出来那感觉。去过日本留学，这妹子在日本绝对是胖子啊，真的吗？哎呀，人家很无邪的，不要顺这样子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的小帆就跟无邪妹妹是一样，我们都是纤瘦型的。全都是签收型的，跟你说啊。菲菲，你这话是跟谁说呢？这话很讨厌的。不是你拖前的那少年哥，这进来什么话都没说，他是害怕了吗？这不是少年，这是骚年啊！什么说什么脏话，真是够了！我只是站在你们男人的角度为你们考虑，好不好？难道我没有说出你们的心声吗？难道你们我说的有错吗？真是够了！10分钟，我先妹妹就要跟你们说再见喽。那今天这个小时难场可能就要结束了，接下来呢会有3个小时是我们，我们果果是多才多艺的妞啊，同时也是我们的电影的全能明星，最近很多作品，可是我一部都没看到。我要去日本问他们拿签名能不能卖钱啊。男麦友，上次那个是男麦友，这个是果果，你看到他作品没有？人家出单曲呢，是真真正的歌啊。看到没有，是 CD， 有他自己写的歌哟，等一下再给你们弹出来啊。番号是什么东西？我这么无邪你怎么可以问我呢？我这么天真无邪，我什么都不懂啊，不要纠结我。请我编，你要给我作曲吗？
不是，这照片就是他本人吗？怎么看看见长不太像啊？除了那对胸啊。哎呦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是那个天真姐姐吗？天真姐姐的妹妹就是吴邪啊，就是我啊。日本也有美图秀秀。你直接说全世界的 PS 技术都很好，好不好？真是够了。等等，再脱下衣服你就认得出来啊！啊，欢迎我们的路人24119说，日本人会说日语吗？当然会说啊，但是现在先不让你们跟他聊天，现在还是暖场时间哟，有二麦无邪妹妹陪你们聊天天。其实我也会说一句的，我也会说，こんにちは。杨妹，对，嗯，我的日文水平只限于说阿里嘎多，国字礼吗？すいません，大丈夫だ。好喜，干巴的呢，没有了。啊。那个就是不要，干嘛说日文呢、啊？我就说不要就好了呀，不要嘛，不要嘛。呀，妹妹，其实，其实那个得好像是那个语气助词吧，好像真的说不要，是就呀妹就可以了吧？啊，我觉得我学的日语都还给老师了。你们知道我去唱，当年我也是个。模仿语言的小天后啊，但现在就基本都还给老师了。少年说吴邪妹妹你不纯洁，谁说不纯洁了？我知道多纯，纯净水啊，知道不？人家穿得很像纯净水的，你们不要欺负我。小孩骑着飞龙又进来了，这小孩还骑飞龙啊？还提墨迹呢。小会儿呢，我就让我们果果直接教你们吧。我这日语不本土啊，这果断的就是那种看音标注意学回来了。想当年学日语啊，还看那些动漫的生肉，那个动漫传在中国不是有一个小时是没有字幕的吗？然后又字幕要过一个星期才能看得到字幕啊。那时候就为了看看懂那个动漫，看我多。看我多难。小孩说这是日本妹子吗？果断是啊，这明显整个脸都长得不像中国人好吧。每次我的动漫一般有马赛克，真的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。你骗我的吧，你肯定是骗我的。我真没有看过有马赛克的动漫呢。女仆系列，这是哪跟哪呀、啊？你们太坏了，我可没你们那么厉害，能找到这样的。要不你们给我发发、啊？那个路人7644啊，你想说什么？绿茶什么？你们不要不知道我，不知道你后面说的是什么？你就想我，你就想说 bitch 是不是？真是中文说不出来，教你说英文啊！小孩说，这喝水就能看得出是日本妹子，牛逼！那个棒棒糖。
很够了，给我甩一点也出来啊。雷哥说小孩又调皮，他经常啊。吃个没错吗？别幻想了别的东西啊，这脑补东西不跟你说啊。番号自己想啊。想知道吗？我干死你。这个我请好了。不是啊雷哥，你不是跟少年后面进来的吗？原来是你先进来的呀。啊，你说的是小孩啊。哎呦，小孩你爹妈知道吗你啊？欢迎视听36DJ.com。北京时间17:49，ID 949是九四九四，等的就是你。神师妹社，导光妹子直播，晚上6点至10点，今天晚上会有两个哦。我们今天果果会直播4小时，千万别走开喽。暴躁啊，暴躁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你们不是过来看日本妹子的吗？干嘛纠结我来看暴躁啊？暴躁糖啊你。好的，我们本公会呢是新公会，所以什么东西都要溜着点，希望你们多见谅见谅哦。包括我小妹妹也是新人哟。如果呢你想呢跟我有闲呢得到我们视频主播的第一手资料的话呢，那就赶紧加入我们公会吧，我现在遭受场控啊，骑着小毛驴进来了。别提你那是主播管理啊。那少年说场控我来吧，你不是还在守护着你那谁吗？老板来了。儿子啊，我一直不在想你，直到接受无奈，承认失败，它才是你的爱。寂寞伴随自由色彩，迎面来，头发甩甩，大步的甜蜜，心底小小悲哀，会说拜拜，祝你美美，一个人活得精彩。这首歌我也是有阴影啊。哎哎，雷哥说对不起，频道禁止发图，真的吗？有 C 刷 C 有吗？这是我们果果的这个就秀时间了呀。我去，好声音。Oh, I want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还真别想去好声音，我现在声嗓子坏了，唱歌不好听。好，以前的学员啊，你们可别想看我呀，好歹我也参加过金钟奖的。已经跟不起你恋爱，也许明天我会遇见他的男孩。接受爱情，谁才是我的爱？寂寞伴随。哎，不对啊，那个，这边有没有？那个菲菲，你是想说我把牛吹起来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在 A 跟 C 之间，知道吧？小悲哀，
个情务编不是说给我写首歌吗？是不是真的呀？哎，亲我非常肯德基，这是不是看那个什么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看回来的呀？不是啊，那抠鼻子，小心把你鼻孔给捅破。哎，不对，我就发现我最近这几天一直跟着全程跟着这些妹子，我发现好像每个妹子画画都很可以啊。我得给他擦过来梦，还会写中文，那中文是不是他自个儿写的啊？不是，你让我直接拿水笔画这个，我都画不出来啊！好歹我以前也是学美术的呀。对呀、啊，随便画的水平都好高啊，这什么情况？难怪啊，难怪这漫画果然是这日本的这个其中一个大产业之一啊。这个频道什么时候开啊？你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频道吗？我们八月一号是开始试营运哦，确定真的是这个岛国妹子哦，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还有七分钟时间，吴贤妹妹就要跟你们说再见了哟。你们会想我吗？如果我是茶包的话，你们会泡我吗？如果我是银行存款的话，你们会取我吗？正式开业时间，其实应该说我们直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到10点，但是呢今天呢，因为我们果果太心急了，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们见面，所以他就提早一个小时过来了哟。这妹子，你以后直播就画画那怎么行呢？等会儿我跟你们说，他唱的特好听，绝对比我声音好听啊！你不要这么纠结我好不好？答案是坏人。要不自信的话活着没意思啊，不自信的女人你觉得看起来她会好吗？其实我真的长得跟凤姐似的啊，但好歹萝卜青菜多。就得慢慢露是吧？怎么露啊？一点一点扒是吧？人家刚露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在啊？OK， 北京时间17点55分，感谢你就锁定我们这次，我是巫仙妹妹，今天我还是在二麦哦。今天这个小时就是暖场时间，接下来三个小时是我们果果的自由秀时间，有啥问题想听干嘛赶紧咯。又换什么鬼？我个操，这谁啊？等一下等一下，这画的是那个谁啊？看不出来啊。一片一片怎么听见完全，心爱情忽然想起了道歉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，我站在地球边掩饰该你来的那条麦的那个。哎，你居然看得到啊，小爱你牛啊！哎，这位
想知道条麦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也在想，要是有人看着那条麦的汉子要走进我们频道的话，果断证明他有市场啊。这些妹子一定要有危机感啊，不要以为只有妹子跟你抢男人，现在男人也跟你抢男人，好吧。做什么 APP 啊？你还真看到了呀！我就说，要是他有市场的话，要不要让他也露个脸什么的，出来求打赏有没有？哎，你会做标书啊？妈呀，之前有人找我问我能不能做标书，我还纳闷呢。这标书好像很难做啊。不难吗？我觉得好像要看很多数据哎。啊，对了，现在是吃饭时间，妹子还没吃饭呢。视频这里直接吃饭可以吗？好像说现在主播都不能离开这个直播室啊。不出人就没事，什么叫不出人？不是啊，那个小爱赶紧教教我怎么写标书吧，好想学啊。关了再吃啊。不是我那个之前不是有个妹子她直播就是吃东西嘛，一个人能吃要6斤的面，哇你哇那妹子啊，你就教我是不是真的呀？害我有点小心动了，怎么办？看我多好学。不行啊，我不能吃什么什么香蕉，我不能吃什么条状物。我为什么学企业学要跑到东京大学去学啊？学 MBA 不是应该要去到那个？是应该要去到纽约学会比较好吗？哎，说起那 NBA 的那些，我还蛮想看那书，有没有？没钱去纽约，日本就比较便宜了吗？我一点都不觉得那边消费低啊。我那天听说什么在日本打的是100多块人民币起标啊，直接把我吓尿了，好吧。不是啊，那我不会坐车啊，那我要是去日本怎么办呢？电车都很贵啊，我勒个擦！我不在日本。我也是没钱呐，人家本来也可以出国的。但是学费好贵哦，国外的学费好神经哦，他们好像是不知道是怎么交的，他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交钱的，好像是。是那个我拿到的是英国那边的那个录取通知书，但是学费太贵了，给英镑我给不起啊。他好像学费光是学费一年下来好像要40万人民币吧，这果断我都能交首期了吧，这哪里念得起啊。他第一个学期还不让你打工，你知道吗？他第一个学期不让你打工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就稍后再聊吧。
皮卡丘画失败了是吗？他画失败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是公立学校，那应该算是公立学校吧。好的，北京时间已经到了这个18点整了。好的，我把音乐换一下啊，然后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这音乐不对劲啊，这个吧 OK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ID 9494. 你现在锁定的是我们神师妹色9494。我是妹手无邪妹。今天我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接下来3个小时将交给我们的视频主播果果，还是来自于岛国的属于现在顺盘女神的一位。接下来的时间就会交给我们的果果以及今天的小编番啊，今天的小番跟着我们果果来跟大家继续嗨3小时。那么无邪妹妹就此退下哟，接下来时间交给他们，千万不要走开哦。好的 ，Are you ready？ 过去了 ，OK， 5、4、3、2、1，切。OK， できました。音楽聞ける？聞けてます。ちょっと声ちょっと調整します。OK。挨拶しましょうか。はい。はい、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こんにちは。 OK、 私ちょっと紹介しますね。同志们大家好，这里是山师妹族9494房间，每天20点到22点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今天当然有一些早了啊，今天是17点到21点啊，然后现在是东京时间没有音乐吗？大家听不到音乐吗？我们有放音乐哦。现在是19:05，我们今天的主播是可爱的果果。やっぱりないんで。聞こえない？然后我是今天的翻译君小布，请大家多多关照，多多送花。挨拶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大家好，渋谷かほです。我是果果。今日からこの番組を新趣味者を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。今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从今天开始我将在这个房间进行直播放送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今日はなんとあと3時間。あと3時間も。そうですね。お付き合いください。今天还有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，大家一定要在这边陪着我聊天哦。谢谢。
歳それに、はい、と3サイズ、いや、まず何歳、24歳です。今年24歳了。で、何か食べ物は好きな食べ物、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が好きです。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は奶茶，我喜欢啊！我今年是24岁，然后喜欢喝奶茶，然后职业是艺人，我会弹吉他，然后等会儿会给大家弹一首自己的作品，请大家多多关照，多多送花哦。あと作品があります、ね、はい、ギターを弾いて、はい、今歌えてきますか、と聞いてますか。歌いましょうか。じゃあカラオケ、まず歌っちゃう。因为今天有我们准备了很多才艺，然后现在给大家唱一首自己的歌好不好？然后是本来就是自己出的 CD 的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会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，好吗？大家喜欢的话就先给我送点花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大家要多多给评价哦。紹介をしたい。今の紹介する。曲の紹介。止められますか。一回止めて。で、さ、この曲は。これや。この間。現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哦。昨日 CD デビューしました。从昨天这个才发行了这个 CD。如果你来日本的话，一定要买哦。这个 CD 很好的。初めて歌っております。第一次发 CD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。那まずはこの曲をちょっと歌いたいなと。首先，我想先唱这首歌给大家听。見えますか？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ちょっと顔隠れちゃう？ここかな？ こんな感じ？こうかな？顔隠れちゃう？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だい？初めてだから緊張するな。大丈夫。なあ、第一次在大家面前唱歌有点紧张呢。希望大家多多给鼓励啊。啊，ドキドキする。そろそろ。こういう。お嬢さんの方が先に。お嬢さんの方が先で。背景半袖だけで大丈夫。あ、はい。ワン、ツー、スリー、フォー。もうちょっと音あげてほしい。チュ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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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のお嬢さん、ビキニがとっても似合うよ、刺激的さ、クラクラしちゃう。チュ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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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チスケートボードに乗って迎えに行く、待ってておくれ。
君は僕の憧れの人だよ。アイスクリーム、ユースクリーム、恋する季節。ビーチパラソル、低くして隠れろ。アイスクリーム、ユースクリーム、好きさ。お嬢さん、お嬢さん。あれ？流れてない。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はい。今、調整中。調整中。どうしてじゃな、じゃな。先解释一下吧，刚才那个音乐。
帮忙搜出了这么多信息来啊。这个是之前的，是在访问中出现的内容，但是你能把它 copy 到这里来，真的挺不容易的，谢谢你。
会重新换一套衣服给大家唱其他的歌，大家不要走开。果果给大家一个 pass。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在可以尽情的问哦。我们果果现在休息时间，等会儿就要进入歌曲时间，所以就没有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了。然后大家有时间有问题的话，趁现在果果还在这里赶紧的问吧。等会儿妹子会换性感的衣服哦。在这个镜头前漂不漂亮？大家送了很多，谢谢大家送了很多那个棒棒糖。Thank you.
现在还有人需要自我介绍吗？自我介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，我们现在正在打算给大家唱歌了。卡拉 OK 가도卡拉 OK 가도있어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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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拉 OK 가じゃあ、ダーリン準備しますよ。下面、果果给大家唱一首ダーリン。然后、果果先要練習一下这个吉他哦。稍大家稍微等一会儿。ギターの練習します。现在开始練習吉他。コメント来ました。すごいって言ってた。现在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唱这个歌，现在需要好好练习一下，大家不要着急。練習していいですか？いいですよ。いいですか？よかった。现在让我们果果稍加练习一下哦。練習する。カホさん休憩とか大丈夫？また大丈夫です。みんなスピッツとか知ってるのかな？練習しよう。現在練習時間。Thank you.
ップが大きい。指で弾いてみようかな。そうだね、ピックで使うとちょっと音が大き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。あ、にゃん、かわいい。あ、そうか、もう大丈夫ですか、ね、みんな日本の曲で知ってるものって言ったらやっぱり AKB とかですか。大家听到的日文歌曲除了 AKB 还有其他的吗？日本どんな曲知ってるんでしょう？喜欢日本的什么歌曲呢？有喜欢的话，大家可以提出来哦。自分の好きなの出しましょうか。今誰にしますか？あ、カラオケですか？今ギター弾いてる。あ、ギターの曲は。何にしようか、日本の曲にしようかな。じゃあ指で弾いてみようかな。頑張って。それでしようかな。なら音小さい？ピックでもいけるかな？ピックでも大丈夫かな？うるさいかな？用这个弹的话可能会有点吵、没关系吧？我应该大丈夫かな？持ってますよ。練習します。我会加以练习。次まで練習しよう。スラムダンクの、スラムダンク、おー、スラムダンクをしてる人がいるんですね。うん、いいですね。歌えるけどギターは弾けないけど歌えます。大家都喜欢灌篮高手，但是会唱歌是会唱，但是不能弹吉他，会
不知道这首曲子怎么弹。待って、スラムダンクもいっぱいあるから、どれだろう。主題歌じゃない？どれだどれだ。最初の。最初の。歌だけで。最初のオープニング、オープニング、え、ザード？ザードの？ザードかな？なんだっけ、ザードのなんか、なんだろう、多分わかるの？でも曲名がわかんないかも。世界の最後までに、そういう曲。あれ、それエンディングかな。それディーンの男の人のかな気がする。えい、これで2人の声も聞こえま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よ。大家都喜欢灌篮高手的歌吗？但是灌篮高手的歌很多，大家喜欢灌篮高手中的哪一首歌呢？有具体的名字吗？直到世界的尽头是男生唱的歌呢，我们的果果现在唱男生的歌有点担心啊。如果大家真的想希望想听的话，果果还是尽力会唱给大家的。質問があります。質問があります。はい。お、丢丢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以尽情的问哦，我们的主播现在等着你。啊。大きな声。あ、この歌何だ？飲んだしてるスラムダンクの。あ、なんだなんだ。大きな声で愛してる。あ、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。そうです、ね。知ってるかも。あ、見える。知ってる。知道。好想大声说爱你这首歌，火锅也是知道的。これも男性の曲ですね。但这也是男生的歌啊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唱。这个丢丢说我想知道主播职业是什么，主播职业是艺人，艺人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在听啊？安倍晋三，你这个名字取的真的是，你这么喜欢他吗？視聴者の名前って安倍晋三で書いてありますよ。安倍晋三。まさか。丢丢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是艺人哦，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有信息的。肯德基，你说的这个靠丢丢是七七的丢丢是什么意思？丢丢是上面的闭门修炼，请勿打扰的丢丢。安倍ち、あの芸能人が辛いですかと聞いてます。辛くないよ。安倍晋三，你问的艺人辛苦吗？然后果果回答不辛苦哦。あの映画知ってますかって。映画。何の映画？你问什么电影呢？日本の男性はどうですかと聞いて。おお。丢丢，你问的这个问题把果果难住了。どうでしょうね。怎么说呢？同じ、なんだ。一番出てる人いる。
ちゃんとあの答えてくださいって日本の男性はどうですか？日本的男人到底怎么样呢？这个是个很困难的问题，你要从哪方面讲呢？どうですか？中国の男性を知らないので比べられない。因为不知道中国的男人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不能比较。哎，丢丢，你的这个问题会被那个叫什么吧？快点，真的答えない。这个丢丢，你的这个话真的不好回答。中国に来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？聞いてます。中国本土はないですね。香港しか。仅有的依靠说有没有来中国？这个果果是有去过香港，但是没有去过大陆。香港とまた話してることが違いますもんね。そうですね。但是因为香港跟大陆还有一段距离啊，就下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去大陆。然后安倍晋三，你这个问题，那就不跟你给那个答するつもりがありますか？何かするつもり？ショッピングとかですか？おお、びっくりした。中国にかき氷を食べたいな。あのマンゴーがいっぱい乗ってる。中国に行って映画するつもりがありますか？ああ、なんか青い空さんみたいなこと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お話が来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。果果也希望能去中国发展哦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的话，果果肯定会去国内发展的啦。丢丢说，主播喜欢网易西西的礼物吗？这个你说呢？当然啦，多多送。中国に来たら、あのご飯をおごります。お、やった。谢谢甜甜说，来中国的话可以请吃饭，太好了，到时候一定要拜托你了。中枪，你说这个丢丢多的问题，这个你不能问我们啊，这个我们也无法回答你。我前髪邪魔。哦呀，前髪呀。甜甜问，这是在日本开的直播吗？这个我们已经开了很多天了，从8月1号到现在，这是在东京进行的直播。東京で放送してますか？聞いてます。東京では放送どうなんだろう。多分このサイトは中国語わからないと登録できないから、中国語わかる人なら多分東京でも見れるはず。そうですね。ちびっこまみちゃんの、ボディダンスとかできないじゃん。大家有听过吗？还正常。
果果喜欢这首歌，大家有听过吗？现在有人在聊天的上面，是在两月后说终于要开战，这个你最好不要在这边说。躺着也中枪说拍果子的骗子，这个果果现在大概有10部作品，你可以到网上自己查一下哦。有人问果果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啊？果果因为没有去过中国，所以对中国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，但是印象中是非常的大。啊，对，是的，就是啊，历史比较慢，历史非常的久远，而且那个地域广袤。中国って言ってもどこの部分広いし、香港とか台湾も中国だし、でもなんか中国包有很广阔的领域，包括香港。然后我觉得北京も上海も中国だし、台湾も香港もあってなんか中国としてのイメージがなかなか固まらない。啊，因为中国包括北京、上海，然后香港、澳门，因为这些都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，所以就很难就是说一个整体的印象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。中港は地震がないから、そうビルが高いもんな。因为香港，安倍晋三的这个，你觉得香港和东京有什么区别的问题？这个果果说呢，因为香港没有地震，然后那个楼都非常的高，但是东京这边的房子可能会相对的要矮一点。東京はやっぱり地震があるからできるだけ低いビルが多くて、香港高い。因为就是相对来说，东京这边由于会有地震，所以房子比较矮。然后，突然到香港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房子这么高，就会很惊讶。特别是最贵的，特别是果果的个子不是很高，然后看到这么高的楼，就会觉得啊，居然有这么高的楼，所以觉得还是很不错。翻译姐姐跟果果比真的是差远，所以还是不要露脸了。果果很漂亮啊。No， 躺着也中枪问东京是不是很热，你说呢？东京热，这是大家都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吧。東京が暑い、すっごい暑い。湿気が、我東京真的非常熱。湿気がすっごいあるから、东京不仅是热，而且湿气也非常重。然后可能在国内的话，不会有这种感觉吧。然后现在果果都是每天要喝补充很多的水，然后现在也一边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，也要不停的补充水分。安倍晋三，你说为什么这么热？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好不好？
緑茶です。緑茶、緑茶美味しいね。中国の皆さんは毎日何を飲むんですか？在中国的各位啊，现果果问大家，在国内现在都喝什么饮料呢？因为现在非常热，我们的加蜜茶应该是乌龙茶、是乌龙茶，还有那个茉莉花茶，大家应该是乌龙茶、茉莉花茶。ビールと天然水、ビール、水、这边也有喝矿泉水，火锅也喜欢喝矿泉水。这个是在两月后，你说，姐说那个你还不回来吗？到时候就回不来了。你说到什么时候呢？我都有点不明白。现在我两个大的大牛，安倍，你到底想问什么？我爱したことはない。这个可能会有吧，但是我们不会见到。健康、健康多いですか？健康、全然そんなに見ないけどな。なんか山下とも。啊，ヤマピビタコとかありますか？这个我真的很想见，说真的，我好喜欢山皮。見たことない。ヤマピビタコとないですよね。果果也没有见过呢，真的很想见到。山皮好帅啊！ヤマピが好きですか？ヤマピには失礼なんですけど。いや、すごく。綺麗なお顔なんだろうな。そうですね。ヤマピのフォロー。シャンピー好帅，我好喜欢，我想见到他。希望在日本期间能够看到。山下智子，山下智子。あの山下あの人。これ知ってますか？私知ってますよ。え、知ってるんですか？あの最近あのちょっと放送知ってます。放送してます。あの人あのあその新規一分間のそういう番組放送してます。あ、这个路人一直问那个山下智子有没有见过，然后果果没有见过，但是然后小帆倒是有看他的那个《绅士一分钟》，因为也是比较喜欢，觉得但是那个怎么说呢？山下智子还没有果果，没有果果美吧？甜甜问这个山皮和那个小栗旬谁帅？这个从果果觉得呢，还是小栗旬帅？其实我也觉得，小帆也觉得小栗旬比较帅。怎么说？山皮确实，山皮和小栗旬是不同的帅吧？山皮是有一种暖男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小栗旬的话，就是男性的。小栗旬是一种那种男性，就是有男人味的帅。甜甜觉得呢？南北京站，你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好不好？日本技术为什么这么发达？结果我回答不了你。甜甜，我们一样哎，我也觉得，我们都觉得小栗旬比较帅。製品とか韓国の方が売れてますからね。
安倍，然后果果有回答你说，觉得现在其实像电器方面还是韩国比较那个吧。携帯とかも昔は日本の携帯が一番いいって言ってたけど、今サムスンとかアップルの方が多分。そうですね。以前手机方面还是日本手机很先进，但是近几年啊，还是韩国的三星，然后苹果大家用的比较多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小贩们也都是苹果，在日本这个比较普遍。果果给了你一个准确的答案，给了你一个马路。まあどっちもかっこいいとは思います。虽然两个都觉得挺帅的，但是最终还是小绿裙比较有男人味，比较受女孩子的欢迎吧。被人问了，已经在这个。日本で最近ドラマとか流行ってるドラマとかありますか？見たことありますか？最近流行ってるのは、私ちょっと見ましたけど、天皇の料理番、はい、見てますか？あ、最近日本有一部片子叫那个天皇的料理人，不知道这个路人有没有看？然后小番是有看了。最近医者物が多い気がします。お医者さんが出て、病院の院長とかが大体悪者で。そうですね。然后小果果有跟大家分享说，那个最近日本关于医生的那个电视剧非常的流行哦，然后就是很多关于医院的，然后医生的那种电视剧。大体その主役の医者が結構いい人で、正義感溢れるっていうのがお決まりな。果然。医生这个职业可能比较本来就是比较受欢迎，然后如果再加上那个帅气的那个脸，就真的是不一样了。坂井正人。坂井正人。見たことはない。躺着中将问说：“天皇你见过吗？”这个天皇不是谁都能见到的啊。你有点为难我们了，不要为难我们嘛。现在是20点钟，我们马上要进入休息时间，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哦。我们休息之后马上回来。现在 OK。